个周末我要跟我男朋友去迪士尼玩，好期待呀。真的吗？我可以一起去吗？你去干什么？当电灯泡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当电灯泡。那你为什么要跟我们一起去啊？我一直期待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去迪士尼。我是你的朋友，对吧？你才不是我的朋友，你就是个电灯泡，又大又亮的电灯泡。哼。在这里，电灯泡是一个比喻，形容两个人约会时有第三个人打扰，那么这个人就是电灯泡。如果你想学习更多有意思的中文，就来 GoEast 的官网看看我们的课程吧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每个周三我们一起学习课本上学不到的汉语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和留言哦。我们下周三见。